你好，我叫法海，我朋友的名字是 Amir 丁念。我们将认识我们的普通话课本。 OK， 杰卡，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慧心。你是哪里人？我是马六甲人。你在哪里念书？我之前是在 SDPM Form Six， 过后会在 UTM study degree， 呀。 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010-7799-313。 你家有几个人？ 两个。 你家有什么人？ 我的外婆、我的妈妈、我跟我的妹妹。 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的职业是 SA， 就是卖眼镜的。我是在 Optical Shop 做工。你结婚了吗？ 还没有。你是哪年出生的？ 03。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5月1。 OK，Thank you 哥。 Thank you， 谢谢。So hi everyone， today we have Uncle Eve。 So 你好吗 Uncle？ 我很好，谢谢。 So Uncle， we have a few questions for you to answer it。 可以，你问，我答。 So we will start it， okay？ So the first question， 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一个话。我叫名字阿美爹爹。 我的名字叫阿美爹。 So the second question， 你是哪里的？ 我是 Patani Jaya 人。 The third question， 你在哪里念书？ 我在丹中马里念书。 So far。 我在丹中马里。 So， 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我的手机号码 019-277-6941。 我的手机号码 010-456-4085 4085 4085。 So the next question， 你家有几个人？ 我家有四个人。 你家有什么人？ 我家有两个儿子跟我太太。 职业是什么？我的职业是从商。你在哪里上班？我在怡保路，怡波路，吉林坡，怡波路。你结婚了吗？你有几个孩子？我结婚了，我有两个儿子。你是哪年出生的？我是1947年出生的。 For the last question，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我的生日是9月9号。 So Uncle， that's all。 That's all。 谢谢 Uncle。 不客气，谢谢。 谢谢，再见。